香港美人李嘉欣与韩国型男崔胜元出席首饰活动，穿着性感低胸长裙的李嘉欣却因身形纤瘦而出行离照情况。李嘉欣笑指自己从来都没有事业线，如果硬要挤的话只会挤出皱纹，自嘲的相当大方。不过他力夸崔胜元身材无敌，被问到以为人妻的他有否被电到，李嘉欣表示人妻也可以被电，但自己目前只被老公许廷铿电到，力证自己对老公忠心耿耿。其实我很荣幸啦，因为昨天跟摄生员拍了一个封面，那觉得看过他的作品，那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帅气，那然后人也非常的友善，所以觉得这一次的合作不错。而摄生员表示自己每隔10年便来一次香港，这已经是自己第3次访港。他力夸香港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香港女孩子也十分漂亮。他也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梁朝伟、张曼玉和章子怡合作，但自己最欣赏的还是张国荣，可惜对方已经逝世。他表示访港行程十分紧密，只能路过兰桂坊，问他可会想去兰桂坊结识异性，陈胜元笑言那样会大事不妙，因为他怕被太太扭耳朵。而他就力夸一起出席活动的李嘉欣很漂亮，而且自己很早就看过对方的演出。매거진을같이하나찍었었는데그전에제가영화에서본거는아마천녀위원에나오셨나아마그러실거예요예그래서굉장히제가좋아하는영화에여배우로출연하신분과이렇게촬영을하게돼서되게영광스러웠습니다예일단키가굉장히크셨고그리고촬영하는데되게프로페셔널하셨고예그랬습니다서구시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